关于白鹿和合作过的男演员处成兄弟的名场面。他俩都腰不好，我是弯不下去，他吃不起来。小声嘛，你小声嘛。蛮适合的，你还蛮好看的，你像变态。这真不愧是你鹿姐啊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怎么了？站不动了。站不动可以坐。太惨了。作为队员，这是，这都是应该的。OK。好嘞，我们有请下一位。为什么不要我来进场？难道你以为要杀青了是吗？